大家早上好，我是老妈。虽然今天天气还可以，我的心情也还可以。这个地方呢，我年轻的时候工作的一个钢铁公司，那时候比较穷。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呢？到旁边是看见一个医院，医院三年没回来了嘛，先得检查一下。就是没什么毛病，主要目的呢不是这个，在医院里边啊，中午啊，我想用医院食堂吃中午饭。咱们大家都觉得医院里边吃饭是很难想象的事情的，但是呢，日本可不一样了，在医院里边，特别是这个医院啊，就是餐厅又便宜又干净又好吃，所以有些市民呢，就是不看病也到这个医院来，就专门吃那个医院的那个食堂中午饭。咱们到底怎么样，咱们去看看。走，朋友们，医院里边是严格控制拍摄，所以只能是在这儿小声说。这是今天我买的那个卡兹东，就是那个猪肉牌派套餐，一共600日元，就是600日元63、30块钱，很便宜啊。看看内容，有猪排，还有米饭，还有炒菜、咸菜、酱蛋，不错，应该可以。哎呀，吃饱了，你看看，全吃了，没留的。就是不能小看那个医院里的餐厅，挺好吃的。朋友们，哎呀，这是老妈的老家，很偏僻的地方啊，马路边上。你看看，三年半没回来，也就是荒废了都，乱了。我今天呢，就是把骑马的那个杂草，朋友帮忙，把杂草的拔一下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回到门口都有困难了啊！哎呦呦呦！你看看，哎呀呀呀！ The next morning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那个虽然又是好天气，我的心情也特别好，又来到了那个海边港口。今天来的地方呢，就刀之站，就是瓦西斯穆罗朗。刀之站什么意思呢？火车站大家都知道，但是现代社会都是开车出去旅游去的地方，各个地区啊有各个地区的特点，要开车的人要休息，能吃当地的那个好吃的东西，还有那个了解当地的那个好多风俗习惯啊，物品啊，日本全国各个地区都有那个刀之站，咱们史兰就在唯一一个这个地方，咱们去看看 ，Go。哦，里边有水草。水槽里边，你看看，大海里边的鱼在这儿养着呢。哎呦呦，什么鱼呢？这个，哦，也有螃蟹，你看看，活的呢，活的。哎呦，这个鱼，如果生鱼片吃的话，肯定好吃啊。嗨。嗨。啊，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はい、すみません。甘州的咖啡、ドリップカフェ。一杯290日元，还行啊。关键是这个地方风景好，你看看，都是外边都是大海，可以看见大海了。这个地方是儿童海滨公园，是大海外海是隔开了。然后挺浅的地方，特别小的孩子进去特浅，玩那个海里的螃蟹鱼啊，还有海里的动物啊，还有玩的地方。这是史兰的那个游览地图，我们就在这看看啊。然后呢稍微出去，你看看，看得见那个鲸鱼啊，还有海豚也碰见了，挺好玩哈。今天呢晚上我在那个史兰有一个那个特别有名的烧鸟店，有吃喝，这个地方是
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连山人海的那个特别热闹的地方，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人了。四川的烧鸟焼き鳥有两大特点，一个是那个不是鸡肉，是用猪肉，第二个呢就是用那个黄芥末蘸着黄芥末吃，这两大特点。这个烧鸟店是四川的烧鸟店里边的老字号当中的老字号，创业是昭和21年创业，因为我是昭和25年，也就是1950年生的，那么呢他比我还大4岁，等于是1946年创业了，在四川的里边是最早的一个烧鸟店。写的是烧鸟，但是呢肉全是那个猪肉，非常好吃。冰焦汤来这个烤的那个肉，一看就特别好吃的样子啊！待会儿我给你尝一尝，你们吃不了，我给你尝一尝。扎比来了，那我们开始了啊！来干杯！干杯！哎，不行啊！妈呀！李龙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北海的扎皮，扎皮最好的，最好的札幌扎皮。这样的那地方啊，跟大城市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儿呢？小城市有人情味儿，就人和人的关系特别近，而且挺热情的。跟那个，你看，我的朋友跟那个旁边的那不认识的人，一下子是亲热了。这点大城市没有，北京也是那个胡同里边有这样的那个人和人之间的人情味儿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哎呦，你看看多厉害！你看这是肉，还有这个是那个什么黄芥末，是四川那个烧鸟的特点。尝一个啊！哎呦，不好意思了，对，你看黄芥末。真好吃啊，你们来的时候一定得吃，这是那个干猪肝，还有一个没有去。妈妈我吐掉，妈妈我吐掉。他跟我差不多年龄，70多岁，这是创业的人。你好。这是别的啊，我尝一个啊。真好吃，真好吃。谢谢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四川烧鸟的特点是，发现没，它是那个广东以南的是都是用葱，大葱，那个四川那个烧鸟是洋葱，这是特点啊。那下一杯是我们俩喝，李总就喝了那个海棒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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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了啊！卖卖卖！哦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你看啊，我尝一个啊！真是香，再吃一个。你看看这个口感，哎呦，真好吃。じゃあ、今日はごちそうさまね。またね。はい、じゃあ失礼します。再见って、再见って、再见って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